差，那种人那种朋友的心差，是那个也是一种问题，也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转之后好像就反而离你更近更危险，转了之后好像你其实现在啊，不管你怎么转了，又打开这个，第一个你转法师断掉，第二个你转法师打了，因为他参数很多，我们只能把距离感放下来，那个距离放下来，那个就好。那你看不到的，最主要不是这个问题，最主要是你打不过，不然你打不过这个点的，不然他就这样，在这边转过去死啊。那你如果换到你转过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气不换气，气换气一下，问题的紧凑、力量、速度、翻脸、爆发力。圈手都更是圈脚，你永远那个轴心点就手段。